送了很多次，不可以用这种很不环保的东西。在公司啊，干嘛？哦，你桌子上那个按键啊 ，OK 了，我帮你处理了，可以。公司突然停电哎，我有点怕。我跟你说，我好像看到影子。Hello， 不是什么，连电话也被干扰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不，我不可以。看到，关眼睛，看不到，怎么办啊？这什么东西比鬼更可怕？人比鬼更可怕。我要比鬼还要凶。画符，红笔，符。我说是符就是符，我跟你拼了！Happy birthday to you.